对临终病人要怎样开示？首先要尊重啊，我们关怀这个往生的人啊，要问问他的家亲眷属，他平常他想些什么，愿望是什么，通常这个生活习惯是些什么，你通通都晓得了，你就晓得我在他这个病房里面，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我应该说些什么话，我应该做些什么事，你就做得很得体啊，做得很如法，让大家尊敬啊。不能随着自己意思去做啊。你觉得是好意，他旁边家亲眷属他认为你是恶意啊，他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法，这不叫吃力不讨好吗？不容易啊，尤其是对于他的子女一两个幸福啊，病人本身也不幸福，这一家人都不幸福，是最不容易度的，那是要真智慧，要真正善巧方便。啊，更要懂得这个人的生前的爱好，生前的愿望，随着他的爱好，随着他的愿望来开导，开导的话简单明了，言语越短越好，理论东西不能讲啊，这个时候不能讲理论，来不及了啊！这个时候一定是随着他自己的爱好来诱导他啊！你喜欢的东西，你需求的东西，见到阿弥陀佛什么愿望啊都满了，佛会帮助你啊！又如果他不学佛的话，你说加持他不懂，不要一解释，佛会帮助你。啊，佛你对他的真的是有求必应，这个几句话他能听得懂。投其所好啊，让他听到很欢喜很安慰啊，感觉到说这个前途很有希望啊，到极乐世界哦，你生生世世那些好朋友家亲眷属你都会遇到，佛帮助你。这里面也有不少很可能他们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安居乐业了，这些话去诱导他，那他本身幸福，全家幸福，这个好办啊。那个这个赤宗须知啊，依照那个他全人人都能配合，好办。最难办的就是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不信佛法，很难给你合作。这个时候要展现你真实智慧，
展现你的善巧方便。临终开示在什么时候？该怎么开示？人在命中的时候，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通通这个时候会现前。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病人在这个弥留状况之下，也就是他在临终前三五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了。他看到许许多多的家亲眷属，说这个人来了，在门口我看见了，那个人在哪里他看见了，所说的都是死去的家亲眷属。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这叫因境现前。这个境界很不好，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不是，是他的冤亲债主，变性家亲眷属的样子来诱惑他，来带他走啊。带去之后就要算账了，要报复了，这些都是地藏经上所说的。凡是有这种现象，这个善友在旁边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会，不要管他，不管是什么人，就提醒他这个，不要管他，老实念佛。他念头一转，他那个境界就没有。所以临终开示就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不能念经啊，经文太长了，越念他头脑越乱了，那就糟了啊，也不能讲其他的话啊，只有一句话，他看到什么东西叫他不要去理会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来了就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不管什么佛菩萨都不要理会啊，都不要去管他。临终就开始这么几句话了啊，守住这个病人呢要守几天，就这么一句话，日夜不能间断。时时刻刻提醒他，保持他的正念啊。所以这个人就有福报，有善知识在旁边提醒啊，打断他的妄念，打断冤亲债主的诱惑啊，帮助他提起正念啊，跟着大家一起念佛。他不能念的时候，体力衰的时候，他能够听啊，或者我们看到他嘴在动，这个重要啊。临终开示就说这个话，不要说别的，别的他听不进去，就是照顾他正念分明。什么正念呢？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决定不要被这些因境现前扰乱了，无量功德。韩馆长往生这个境界很少，还是有两次，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次数最少的他有两次。那么他一说话，我们立刻把他打乱，不要理他，说好跟我念佛，好跟我们念佛，不管他是善人是恶人是冤家还是亲属，一概不要理。他要没有声音，没有设这些境界，一句佛号念到底，
不用再开始了。学净土的同修助念，需不需要每隔一段时间给亡人做中阴开示？如果开示，亡人会得到利益吗？这个没必要。助念的时候，在他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断气啊，就是这个医生的时候宣布他死亡，最好是12个小时啊，14个小时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一句佛号帮助他做念啊。他在临终之前啊，病重的时候，决定不要讲开示啊，也不要讲经，也不要去常念啊，这些东西嘛都是干扰啊。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开示就一句话，求生净土，这是最受用的，不能再叫他有其他的想法，那就错了。那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家亲眷属是过世的啊，这个有这个现象啊，这些人来了，提醒他不要跟他去啊，等到阿弥陀佛来，看到阿弥陀佛才可以跟着走啊，任何人来，任何佛菩萨来都不要去理会，这一句非常重要，其他的都不要说啊，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最对他是最有受用。这些事情呢，在持宗须知、持宗精粮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应当多看看，尤其是发心啊，帮助这个临终关怀，自己一定要有这些常识啊，否则的话呢，你对他就没有好处了，产生负面作用。很多人主张临终或者已经往生的超荐要开示，对亡者跟他的冤亲债主开示，有的人主张不必开示，一句佛号念到底，哪一种会比较如法？人在这个没有断气之前啊，就像医生放弃治疗了啊，在他没有断气之前，这个时候一句佛号重要，开示就大闲差啊，不可以啊。开示的时候实在讲的是只有一句话，如果他说啊，看到这个人来了，那个人来了，或者看到什么佛菩萨了，跟他讲的时候不要理会，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这一句开示啊。如果他已经断气了，已经过去了，那么在中阴可以开始啊，中阴可以开始。而开始的时候简单扼要，都是要诱导他求生净土啊，一定要教导他跟着佛走，不要跟别人走啊，这个时候开始没有什么讲道理的，哎，就是怕他路走错了，走错了偏差了，把他修正过来。哎，这一点很重要，要跟他说明念佛的好处。对，不错，也是简单个要，告诉他念佛的好处。真正离苦得乐。这个有些人呢，情执很深很重啊，舍不得离开家亲眷属啊，哎，那你就告诉他，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真正永远不会离开家亲眷属，别的道去了之后，你就随业流转了，啊，到极乐世界，你有天眼，你有天耳，你有神足，啊，你的神通具足，啊，你家亲眷属
无论在哪一道你都知道，有什么样苦难你都能帮忙啊，这个是一般人都很喜欢听的。助念期间，对病人或亡者的开示会不一样，恳求老法师就开示的内容做一个规范，方便同修参照。这个开示，古来祖师有规矩，我们不能再立了。亡者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起一个妄念，只有一个念头，一心念阿弥陀佛，所以不能有第二个种开示啊。这个时候讲开示错了，这个时候再讲叫他听经也错了，这个时候就是一句佛号要紧啊，最后一念是佛号决定往生啊。所以佛法讲生念一念啊，这四十八愿里生念一念都决定往生啊，能不能往生最后这一念，所以要照顾他最后一念，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不可以有第二念。那什么时候讲开示呢？是他看到什么告诉我，我看到哪个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死人，都是过去的人啊，他的家眷说某人我看到了，这个时候就念阿弥陀佛，不要管他，就这么一句话，这是对这个临终人是最好的一句开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管啊。他看到地藏菩萨啊，看到弥勒菩萨了，看到释迦牟尼菩萨，不要理他，阿弥陀佛来了跟他去，看到什么佛菩萨都不理他，这个是重要的开始啊。所以说一句废话不能有啊，一句夹杂不能有，这个才重要啊。啊，这个不是讲经讲开始的时候啊。若临终人为三岁以下患重病的婴儿，请问是否也需要为他临终开示？为婴幼儿助念是否跟成人有不同之处？是有，给这个婴儿，他还不懂事，三岁以下不懂事，只叫他念佛啊，这个想到佛像，看到佛来了，你就跟他去，这种开示就行了，不要说多的，多的他不能接受，他也太不知道。所以这个佛号不间断啊，佛像摆在他面前。在家居士为出家师父助念，当发现不具备往生条件，又没有任何人开示时，在家居士能否向出家师父讲要万缘放下，坚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要一心念弥陀圣号，这样做如不如法？非常非常的如法，那出家人在家助念的时候也要提醒他啊，你能够提醒他，你就是佛菩萨啊，你真的帮助他一把，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只要看到他这个意志精神不能集中，这个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个出家这个形象就吓到了，那你是对佛法是一窍不通啊。这个佛法你看哪个经典都给你讲的，佛法是平等法，理上平等，事上也平等啊，四众同修要互相帮忙，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啊，这是乱世啊，出家人也很辛苦啊，也很可怜啊。虽然出家了，是不是真正有机会
听到正法，了解正法，修持正法，都是有许多问号存在。所以我们见到有这个机缘呢，一定要帮助，决定没有疑惑。如果有人病至昏迷状态，因病者及家人都不信佛，故不能用佛号助念，请问可否于病者前念地藏经？念经之前要如何对病者开示？都不信佛这个事情麻烦，你要说是他不相信净土，他还相信别的法门，那些他相信哪一个法门，就用哪一个法门的仪规经论多好当然对于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时候劝他，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这个时候往往他听到他生欢喜心往年我们在美国华府有一位居士，就是在临终时候才闻到佛法，他往生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是这个殊胜因缘触动他过去生中的善根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两三天里面他能够功夫不间断一样有成就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愿第十八愿里面都看到的临终的人对他开示最重要的劝导他放下事业放下所有一切的牵挂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总对于自己的家业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放不下这是很大的障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劝他万缘放下一心向佛随着佛去往生这是最上乘的那么临终的开示地藏经上有榜样告诉他把他自己心爱的宝物他最喜欢的东西将他变卖为他修复这个修复里面最殊胜的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的方法塑造佛像如果财力并不是那么多现在可以用什么用印佛像我们结缘的里面这个彩色的画像
这是供养佛宝啊，印诵经书，那么现在还包括录像带、录音带、光碟，这是法宝，供养法宝。布施出家人，这是供养僧宝。所以把他的积蓄，把他心爱的东西变卖来供养三宝，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他，让他自己听到，他自己明白，这都是身外之物，他带不走，供养的功德他可以带走，使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如果他的财富很多，那就可以修大供养。这古人把自己的住宅布施作为道场，这个功德就更大。像我们过去到南京去参观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的住址，是他的家，他往生之后就把他这个家捐献出来作为刻经处，供养三宝，这个是有财富有力量的人，这个做法殊胜的，他懂得了，他是行家了，佛学家了，他懂得，他这个做法是财事、法事、无为事通通具足，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他把它捐出来做刻经处，我们去参观过，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杨仁山居士是念佛往生的，他要是不念佛不求往生，这一个功德他也一定到天上去享天福去了。